东山区青山国小位于台南的山区，对这些囡仔来讲，要出门佚佗一转可能无遐尼简单。为着要让六年级的毕业生有一个美好的毕业旅行，导师梁宏毅发起愿望加币的计划，带领学生家己找经费。因为小学生觉得说，我们每次在毕业旅行的时候，都会让家长付很多很多的钱。那小朋友说，既然我们东山产咖啡，那我们就来卖咖啡，为我们自己筹措经费，而不仅可以减轻家长的负担，那也是对学生来说，他们也可以学到如何来行销，如何来制作，从自己的包装到盒子的设计一直到他们的咖啡，都是由他们自己包装自己制作的。那如果需要购买的话呢，可以打我们学校的电话686-1041，那联络六甲的老师或学校任何位老师都可以。刘老师指出，东山是咖啡重要的产地，伊本身有一挂咖啡的专业，因此带学生为外头啊包装到设计行销，一步一步完成这盒圆梦的咖啡。伊参与计划毕业生只是表示，这款的体验是真特别，那是会当学到真侪知识。又可以当替爸爸妈妈省钱，实在是真好。这次卖咖啡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，因为从包咖啡到卖咖啡都是我都有参与，也蛮好玩的。听到这次校庆运动会要卖那么多咖啡，我也觉得有点担心，但还是可以。今年度的毕业旅行将会伫3月23到3月25来登场。不过牛老师表示，目前经费还阁欠30,000元，希望各界拥有购买囡仔亲手做的东山咖啡，帮助小朋友完成梦想。相关的资讯欢迎打电话到学校询问。南台新闻台东山采访报道。